分手，您去哪儿我去哪儿，绝无二话。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是想问：金元那小子，您真的想清楚了？您可说过，不是最大的帮手就是最大的对手。不仅是你怎么看得出来呢？啊，之所以当众要他做接班人，那也是为了考验他。 不急，这才刚开始呢。老王，干咱们这行呢，要找一个信赖的人，真的是太难了。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所以你必须得跟我走。按说大海、阿龙、阿奇，我也相信他们。 只是他们那个心里那个小算盘打得太响了，响得我连屋的耳朵我都听到。拿大海来说好了，这几年呢，他在境外开厂，挖我的墙角。这事你也知道。哼，没关系。那我想想啊，搞这些无非就是为了钱嘛。 所以我就睁只眼闭只眼。但是大海呢，这两年仗着他自己功劳最大，脾气也大。我看他现在就是等着要看我怎么死吧。坤叔，嗯，那他绝对不敢。是啊，我活的时候他不敢，这保不齐哪天我要是出意外挂了呢。怎么会？老王，你看。 靖远，他这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啊，他对毕业九九的那个配方守口如瓶，然后洗钱从来也没出过纰漏。那最重要的是呢，他有很高的学历。以后我们要洗白，还得靠他这样的人呢。坤叔，听您这么一说啊，他还真是最合适的人。哇，都站好了啊！ 站成一排，嗯，不错不错。金子，挑一挑，喜欢哪个？都出去吧。哎呀，靖总不满意啊！服务员，换一批人。干嘛？没干什么呀，高兴啊！这多快乐呀！再不高兴，再不快乐就没机会了。怎么样？哎。 干嘛呀？我说你们几个怎么回事？盆豆豆，你疯了吧？我没疯啊，我就是想陪你醉生梦死一回，就这一回了。我就想彻彻底底的，不留遗憾的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一定要这样吗？ 一定要这样。好，回来了。哦，送去的饭吃了？吃了。哎，乔家人呢？走了。啊，刚走一会儿。哎，我这紧赶慢赶的，我还以为能赶上你们呢。 那我就把人约来，主人又不在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老爸就不是这家的主人了？你当然是一家之主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放人家鸽子了嘛？我不好意思嘛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晚上都聊了些什么呀？你问这个干啥？ 我就问问嘛，快说说说说。哎呀，一个老警察，一个小警察在下，还能聊什么呢？不就是回顾一下海滨的禁毒历史，评说一下海滨禁毒的现状，最后呢，我们再展望一下海滨禁毒的未来，真没劲。哎呀，除了聊工作，也聊家常。聊家常，而你平常啊？
起来，你说这小子吧，他就说自己啊长得帅，屁股后边啊跟着好多姑娘，乌泱乌泱的扑他。他说什么？说如果他不干警察的话，他一定要周游列国，阅遍人间春色。哎，不是，我本来对这小子的印象还蛮好的，没想到这小子一肚子的花花肠子。那他跟我还挺像的，我要是有功夫，我也要周游列国，阅遍人间春色。不过我要阅的是男色。哎，你们这波年轻人怎么了啊？什么男色女色？爸，这对美的追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。这要不是我妈当年那么美，你也不会娶她，再生出我这么一个漂亮闺女，你说对不对？我说了没错吧？真是啊。哎，行了，我得上去洗个澡，休息了。再陪我聊会儿。这不是有电视陪你吗？我先上去了啊。早点休息啊。你今天跟着我上岛了是吗？是啊，我是跟着你上岛，我还听得一清二楚的。怎么样，对我今天为你精心准备的送行你还满意吗？我那是迫不得已。迫不得已？贩毒？贩毒叫做迫不得已吗？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贩毒意味着什么，那就是在杀人啊，杀一个个与你无冤无仇的人。你知不知道几克毒品就可以害死一个人？你现在一出手就是50公斤啊，恭喜你啊，真是大手笔啊。别说了。为什么不说？我就是要说，你如果觉得那些吸毒的人跟你没有关系，那好，子韬你记得吗？就是那个大学的时候跟你同寝室的兄弟，求婚的时候他也在现场。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吗？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不顺利，跟人学坏，去溜冰，家里人为了让他戒毒断了他的经济来源，结果他毒瘾上来问家里人要钱，一下子精神失常，冲到厨房拿起菜刀把他妈的手给砍断了，整只手臂呀。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？就这样了他还不肯收手，吸毒吸到后来都已经产生幻觉了，一个人跑到30楼的楼顶，他说我要飞，一头就栽了下去，头冲地，当场就摔成了肉饼。你知不知道你这50公斤的毒品如果运出去的话会害死多少人？静源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还有机会回头的，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保证我们两个人安全，而且还不会被人说你忘恩负义。我们去抢劫吧好不好？或者去抢银行。如果抢银行太重的话，就抢银行提款机也行啊，啊，好不好？只要让警察把我们带走之后，那你就可以不去贩毒了，坤叔也不会怪你，没有人可以怪到我们的，好不好？你说话呀，你怕什么呀？是不是担心我坐牢？没关系的，我反正已经坐了7年牢，对我来说那之前的7年就是在坐牢，跟坐牢没有区别，只不过我是心在坐牢，比身体坐牢还要痛苦，所以我不在乎那几年，没事儿的，
我这辈子最好的时光都在等你。够了，谭头头，我不需要救世主。所以，请你把你宽容、善良、仁慈的圣母脸给我收起来，知道吗？每次我看见你对我笑，每次我看见你给我送饭，每次听到你告诉我不放弃的时候，我的心像刀子扎一样的疼。你是故意的吗？你是故意在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吗？我求你了，谭豆豆，饶了我，放过我行吗？我不，只要你去贩毒，我就不放过你。不放过我，就是因为你以为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回头是岸，是吗？我回不了头了。别说一个紫桃死了，十个、二十个、三十个、四十个、五十个，全都死了，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谁都拦不了我。我必须要去，因为只有去了才能当老大。对啊，你看我现在很光鲜是吧？其实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。不是的，你从来都不想当老大。我了解的清源不是这样子，不是的。你真的了解我吗？你了解我什么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那些蛤蟆全部都甩掉吗？因为我要告诉自己，我要忘记过去所有的一切，包括你。人生没有回头路，我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些美好的东西。我就像那堆烂蛤蟆，摔碎了，知道吗？摔碎的蛤蟆还能飞吗？